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y， 我是来了香港八年的日本人。今天我分享八年前住的屋是怎样，还有那时候的很恐怖的回忆。Go！時住的屋就是劏房。日本の皆さんに説明します。劏房というのはもともと一つだった部屋を大改造して複数の部屋に作り変えた住居のことです。改造するときは玄関やトイレ、シャワーも各部屋に作ります。ルームシェアとはまた違う香港独特の住居スタイルです。点解我嗰陣時揀咗劏房呢？因為平。啱啱嚟咗香港冇咁多钱，同埋我自己唔鍾意 room share 嘅，所以决定住劏房囉。好，事不宜迟，我哋睇相啦。就係呢间啦，呢个係成间房，唔知道有几多尺，可能60尺左右啩。已经有啲家私嘅电视机啦，雪柜冇冰箱嘅。同埋床褥啦，系咁多，冇洗衣机，冇厨房。呢边有厕所，同埋迷你雪柜，雪柜隔篱有鞋柜嘅，鞋柜摆雪柜隔篱呢，最初好受冲击，因为唔卫生啊嘛，但系冇空间，冇办法。咁我合约。嗰间嗰阵时，香港天气好热，一定要开冷气噶啦。但系签咗约之后，晚上发现窗嗰度有冷气机，咁样嘅话，抽唔到窗帘喎，点算啊？暂时开住冷气，照闩窗帘，试下先。咁就见到呢个窿窿啊！犀利，呢个设计好聪明啊！日本屋企唔会喺窗度挖个窿留俾安装冷气机，日本主要用分体式嘅冷气机。地点系尖沙咀同埋佐敦嘅中间位置。八年前嗰阵时租金系4600蚊，同埋呢间房冇乜颜色啦，所以去咗12蚊店。买咗少少嘢，加咗装饰，咁样嘅开心啲，哈哈哈哈哈。好，咁讲翻主题啦。住呢间房嘅时候，我有好恐怖嘅回忆，就系、是、太多曱甴，真系好多嘅。嗰一年我同曱甴一齐共存。其实我乡下北海道冇曱甴嘅，因为太冻，佢哋生存唔到。同埋做嘢嗰阵时就住东京，东京就有曱甴。我屋企都出现过两次，但系嗰间屋呢真系太多啦，多到我数唔到几多只。我尽量唔喺屋企食嘢啦，除非。紧急事，唔系紧急嘅话去出街食，同埋千祈千祈千祈唔好煮饭。我想同嗰阵时嘅自己讲，你忍咗一年咁耐，好叻啊！点解嗰度有咁多曱甴呢？因为首先好旧，同埋我住二楼嘅，而且。楼下有几间餐厅，同埋嗰度嘅大厦嘅设计系井字形，喺下边睇下就咁样啦，完全冇太阳光，好潮湿嘅，所以可能对佢哋嚟讲住得好舒服啊。仲有啊，我处理曱甴嗰阵时咧，用洗洁精，系啊，呢个好有用。滴洗洁精嘅话咧，佢哋好快就呼吸唔到，好过打佢哋咯。咁嗰阵时我屋企冇厨房啦，
同埋如果煮饭就即刻曱甴出嚟，所以唔煮饭啦。但系我用咗好多洗洁精，系啦。虽然冇煮饭，但系好快就用晒啦。仲有呢，呢间房好多时冇厕所水供应嘅。其实我住日本嗰阵时冇遇到冇厕所水供应呢个情况，所以呢初初唔知道点样处理。我而家谂翻，好似我好白痴咁。我每次冇厕所水嗰阵时呢，去公厕嘅，由屋企行大概十分钟嘅公厕，特登去嘅，每次都系。而家就知道，其实用水桶倒水冲厕就搞掂。不过嗰阵时真系我谂唔到，白痴到好恐怖。系咁多啦，嗰度我住咗一年，之后第二年都住其他劏房嘅。嗰度呢环境比较好，劏房有比较多问题，卫生啊、污糟啊、隔音嘅问题等等。但系呢，其实有好处嘅，系通常近地铁站，同埋清洁好方便，好简单，因为细。系啦，今日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话，记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咁我哋下条片再见，拜拜。